的欢迎彭恰恰。彭恰恰来到现场，我们给掌声鼓励鼓励，发下鼓励。啊，想袂到咱碰过呢，最近我那伫热天要来啊，哦，安尼拍个奥密码呢，是啊是啊，吼、啊哦。一般咱来看了碰过哦，你刚刚哇，你好你好你好，野猪奇这波实在有够好，是啊是啊，吼、哦，野这波来的收视率有够高。没有没有，别啦，你栽啦，我栽栽好了，我栽栽啦。对啊，啊碰过，跟咱的交情拢真正好，是啊是啊，碰你最近那变形体啊，对对对，来。先给大家问声，来，好好好，小控制，来，碰果跟大家先问候一下，来。奇怪，你今天你做哪？奇怪，今天看了规矩有咧。彭家车呢？这刚刚不是彭家车的款呐，真行啦，不过不是嘞。彭家车头毛真长啦。这应该是，看这个脸像白云吧？啊？啊，不是嘞，这是少人雷针诶。靠呀！你彭家车走啦？哪能介绍彭家车？你咧怎搞？更多句话啦！我你讲彭家车，你安尼凊彩化妆，伊就要出场哦。伊脾气我不好。哇！伊大牌诶，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呢。再怎么讲，他也是这个主持界的一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要再度隆重的介绍。彭先生，特别劳力这边转。演技也可以用演技啦。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介绍我们国内的一哥彭家车。今天不再是彭恰恰，他都在搞咩啦？是彭恰恰，当然，这才是彭恰恰对啦。是啊，那这是彭恰恰。哎，彭恰恰皮刚冷刚那大坑你不看？哎，碰哥你好，碰哥你好，来，碰哥跟大家问候一下。那我唔爱讲话行啦，我唔好怪有遐尼大坑的皮刚，这是安怎？无啦，这个伊的特色啊。哦，这咪彭恰恰？这唔是啦，这个馒头吹起来，叫白水用乌起的，什么彭恰恰？哎，你主持的眼光算好呢。哦，你看得出来这是馒头？啊，不是啥？我那看到是彭恰恰是安怎？靠呀啦，不是介绍这个啦，后台卖乌人听啦。恰恰碰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碰哥，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一句话送给恁两个啊，都一句话，真正是恁姐啊，你带起来。这句话是安怎？那听了怪怪的，是安怎？头前捌了，后壁是咁要赞袂了。我安怎？牵狗啦，哈！馒头冻两空啦。这对台来宾那是款方式。不是啦，我就是讲找一物件，甲你较共的迄种的安尼啊。我是讲介绍较话好听，话两两话讲，至少当时讲为着我要上节目，甲我开会，你知不知？对嘞。我用那只两两开会了。好，开会。搞我那是选大哥，选到直接上领导的，你敢知影？你都要找伊，伊都一个馒头安尼，一个黑瓜粒的，特别脆，特别脆呢。哦，而且你介绍那嘛无完整啊。安怎讲？你讲英文，唱歌，主持节目，你无讲是写歌，啊写，抖音有讲啊。这条写歌你无讲，这条歌是你写的嘛？你莫讲这条歌，嘿，恁拄迄个钻石，我的点唱秀，这条你写？对啊，哎呦，哪搞成喏？彭张灿都是伊忘掉啦。哦，就是我啊，是你写，书刻拢是你写，叫几个啊？迄个，我来讲下书刻好，刻较歹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啦，书刻未歹，咱两心了，要个家伙，你讲就知影，两完整。哎，对，好，所以难得请了碰过来个现场。你讲呢？有影呢，真正优秀。头先恁只带起来这条歌嘛好听。那有影？有影。哎，其实你带你这唱片哦，阿袂好伊在康康唱的时阵，你可以做单主唱嘛。对。嗯，迄阵啊有当吼，佫无甲对来演奏。对啊。我要听王彩华讲过啊。伊讲了，恁只带起来，打烂打烂打烂，你的是安怎我会拢唔知？打烂打烂，打到足痛，你知无？哎，嘿，好好一人坐伫遐咧用打呢，嘿，足艰苦呢。你这人哪会遮歪钱啊？阿仔，嘿，这个嘿，王彩华讲的，我跟你的收视有0.7呢。你哪里讲？有啦，0.7都有你节目，我来放炮啊你。你的节目爱认真做嘛？我节目讲什么问题啊？你始终对人硬后边嘛？那有对人后边？那有啊？你不是十点的？十点半？十点半啦，十点半，你讲个节奏。十点半呢？十点半。好大点来9点半。好。无时间，无时段。你不是对你黄金夜总会后边？我对调，不是的。这个棚，嘿，
较早阮伫只龙岩，对，阮无爱滴啊，恁家来。那你讲，你以前过过要录这个节目，黄金夜总会啊，嘛是大家对啊对哦，以前咱拢到顶了，到顶了到顶。哎呦，你是讲阮拢无改变个？无啊，讲对。哈，嘛是黄金夜总会。哈，敢是？是啊，黑掉呢。什么啊？什么掉？好音。彩脚啊！现在避风头的来者来者，我讲避风头。避你啦你啦你啦！我什么时候避风头？拄只我伫边仔听，感觉咱叫唔闹开就真忝啊！又个来闹开哦！你拢听无？咱请一个特别来宾来跟咱闹开就对了。你为头壳要叫闹开，你唔知影？你就爱出面啊！我的脾气你了解？我了解。什么一个？我要什么都。嘛，你边仔看边仔嘿。为了大平安讲，你拄啊讲话形体，敢若真笑到的款的哦。这个棚较早你的啊，无唔对，这中影啊，大家拢知影。这较早上早是我伫这个地沟人咧主持节目，你唔知影？我伫你台咧做王的时阵，你还搁咧上坡呢，你唔知影？迄是我带你入去迄台了后，我呢离开你才做王的，你唔知影？乐队安怎你的？迄是我的经费无够，无马油油要来，我是无要来呢。何音大小百合要来，我嘛是无要队呢。你唔知影，舞蹈马来毛嘛无死，我敢咪用这团呢？你都唔知影，你当作聊天，你敢偷板板那尔呢？讲啥物话啊？有影诶，我讲会知无？哇，你都讲得真好呢！我来感觉你才是真正讲想了解咱这节目内容的人。我唔知，我唔知。对啊，你也卖生气啦。有当人生的过程，拢有当会出错啦吼。是啦，感觉欠嘛。啊，既然你也来个现场，卖个生气，啊，继续安排啥物歌来？我咩啊？啊，即马，唱歌唔是我咧唱啦。你唔是特别靠要跟我来宾呢？啊，是你来宾哦。我不跟你开钓。靠腰啊！你讲啊，那别输啊，足好看。是你来宾对啦。唔是，你讲个好不好？我心里硬，靠我跟他提高两五星啊！你对不对？哎，你这部开播了，我唔要看出现美国，美国严重。为啥呢？人家是特别来宾呢，你不管欧陆讲美国呢？不是，我们足贵的呢，我还特别坐的。我这，啊，老师我唔对，你跟我特别坐，你跟我那提高坐，我那天就提高坐啊。哎呦！人我那是黄包呢，问暗盘呢，但恁这还要收啊？好，阮交了，阮那不担心啦，你另外做做工啊，袂啦，你安心啦，加做新鲜，加做新鲜。我嘛是加做几日单，分做六个半点钟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贺大哥你头讲到安尼啊吼，好，敢那袂输帝国人红心呢？哎，我你咧讲有道理呢，真的。我咧想到咩啊？你想到好好的迄个亚中伟，你想到做个？对啊，你现在做，你现在离开一代。唔知有即个代志啦，啊，欠人钱哩咧。头家有甲我讲，头家你个姓，有传真叫头家，啊是，啊就伊文笔真好啊，是啊，张总，哎，第一行，哎呦，县正流落街头，不是，县正空档其中，我不讲流落街头啦，你家己写，你家己别记啦，三餐不济，哎呦，荣华兄，哎，请伸援手，哇，任何节目小弟不计较。哎呦！我张伟总啊，看了真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，甲悄悄甲单调。这段你唔知？所以我真正咧对我，无啦，伊股是伊报的啦，总啊可能，我伊报的啦，伊报讲唔中个呀，还是个从医生啦。伊问我意见啦，我讲哎，要悄悄单调，要用看，卖去用看到啦。过你，你慢，你讲唔对啦。系啦。但是嘛，是无要找你回来啦。无怪我种奇怪，只来白海酒店，怎么歇我久安尼？唔是啦，这其实爱讲好清楚啦。吼，是安怎样讲好一项的外送？啥外送？啥人绝对的外送？啥人话对外送？好一的外送。对，这讲好清楚。吼，你袂使讲干这节目讲独霸迄时段。有影。咱来分一寡资源出去。对。恁的收视率一直关起。哎，对不对？这时段爱讲较清楚嘞。我顶下就是喊你讲这，讲到尾离开另外一台，现在。别，即摆你讲的拢是欧罗维，欧罗维拢无问题。是，这属实，一定啊，就是去阮遐讲这件代志，一台都啊干扰掉。哎呦，这多严重嘞呢？不，啊你袂使讲咱另外一台无好啊。你知无？一台我知。麦克 B。对啊，一台有来电啊，我咧 B 这你是咧，我无讲八啊。
卖个讲啊。不过吼，有当吼，那我听讲分期才是挂，危险讲一挂。对，不过你咧讲咧三，你咧讲恁哩台，你讲啊真恶咯啊。恁台哦，哎，中咧，系啊，好三粒安尼吼，大家听了真欢喜啊，互相本来都要捧场啊。对对，爱讲好听话嘛。这无虾米嘛，这有虾米？这是力量的扩散嘛。啊，有哪里有哪里做节目？啊，总办你有得罪时阵吼，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是大家玩笑。那为了效果的问题。但是讲拢属实的。嘿。无啦，无笑啦，无笑啦。好笑好，所以讲我捧恰恰，你看嘛，伊做节目，佮伊佮做遮尼济，做导演，做主持，又佮出唱片吼，又佮做作词作曲啊，导演啊，哇，真遮搞起来喏。哎，这是你无你人哦，你做一行就好啊，专一就好，你先啊，咱无啥啥那种啊。而且讲其实人类的悲哀啦。哦。你恁拄啊介绍，就赶紧搞出来。啊对。啊，咱就先做安呢，你若无会用遐济行，那是免哪去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先做安尼也袂。在阮以前啊咧出唱片的时阵哦，捧恰恰这种卖讲算缘投啦，才算歹迄种的。啊，你领导你安尼是你上缘投？哎，你领导你讲，你要问这个话，人是要回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问这个话，人是要回答啊？哦，不明白。伊会出来做歌星做艺人，表示讲缘投伊上缘投啊？哦，对哦。啊，现在我这边啊，你哈，现在我一个小弟哦，平时也唔捌出来讲话呢。会出来惊着，以前讲啥料的？你看人家，人家葫芦我我捧着，恁姐带起来名声在头前。哎呦，先到哪呢？先到，没，不是蔡奇，不是啦，蔡奇啊，蔡新宝啦，普京蔡氏，蔡奇啊，哎，蔡奇啊，葫芦团啊。所以讲，咱这唯独跟人无共，像咱这真正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咱这就是来看咱的艺人的表演。这主要什么呢？过来点歌。啊，是是是。哎呦，点歌上重要。所以您爱听什么歌？会使在这个单元当中，好好来个艺人点唱一下。尤其彭彭恰恰呢，做这部为较早个钱嘛，十万年的经验，八个关呢有六千几地。有影、啊，卖机的差不多个六千。啊，我是不会。你记得好歹。我外号叫瓜本呐、啊。哎呦，是、哦。外号叫瓜本。我外号叫烟斗的。你外号叫大片、啊。我唔是，我外号上网点击台啊，点击台啊，那个对啦。来来来，啊，我们先听，你听什么歌？来来来。观众。